地平线四季零上吊的 Steam， 我收到的许多问题，这个视频就跟大家聊聊。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配置问题，这游戏的油画是出了名的好，地平线是能玩的最低配置游图，四 G 运存和650Ti 显卡都能带得起来，但这游戏的风景实在太美，为了玩得爽，8 G 运存及1060显卡起步最好。游戏可以用的外设有键盘、手柄、方向盘，优化最好的是手柄，对方向盘的优化非常一般，但我用的是键盘手动加离合，因为习惯了。后续我会分享我改的键盘键位给大家。游戏还可以跟朋友线上联机，但地平线4的服务器玩过的都懂，所以需要加速器。我用的是奇优，用了小半年，发现很稳。他们一键加速即可开放 Net 网络的功能实在太方便，解决了线上联机的难题。车队里有很多朋友也在用，3月10号到15号期间用，还能和保时捷乐高模型。如果大家想加入车队，后续我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加。